安，文祖追凶情难尽。不知父母恩情重，是知自己是罪人。身如何报，佛陀在严凡发音，今恩难报应难报，知恩肯报是因好，作奸担负有担目，劈破血流又如故，如此回报难言之，有难报恩于万一，佛有几近来清晰，得不凡不依不息，如是报恩为如尘，不必不与恩情深，佛为爹娘需要度，万念各心卷身去，大不出虽无凡故，这样会报你不足，大众闻言双泪垂，忏悔悲泣于哽咽，戴罪之身云可报，粉身碎骨难回报，天下子女应忏悔，修身养性持世戒。大众闻言双泪垂，惭愧悲泣于哽咽，戴罪之身云何报，粉身碎骨难回报，天下子女应忏悔，修身养性持世戒，人民爱无亲不是，诚心光知父母福，父母恩重常一念，书写光宣不厌倦，早尽红尽心百善，父母快乐得安详，父母恩重常一念，书写光宣不厌倦，早尽红尽心百善，父母快乐得安详，不为如来生教义，孝养精神能两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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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